大家好，我是孙女。今天我们来拍一支 vlog。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，之前在巴斗子接访的时候呢，曾经遇到一个船长。巴斗，你的附近有没有什么在地居民才知道的特色？我们这边的车子每部你看都生锈，我的车就在对面，那个很难保养，每天要洗车打蜡，好辛苦。你看我们那个屋檐那个是不锈钢，不锈钢有办法锈成这样？我摩托车都放在家里面都不敢。真的假的？你摩托车停在家里？对呀、啊，对面那个货车停，你把东西的椅子把它搬开，你就从这个角度看，很漂亮。然后不久前呢，船长就发了一个讯息，问我要不要来夜钓小卷。我想说没钓过，太好玩了吧，就来看这样子。如果自己一个人来的话，也是偏无聊。于是呢，就在那边手贱邀了很多粉丝，想说啊，大家一起来同乐，就太棒啦。结果呢，前几天呢，这个船长还跟我讲说啊，那一天的海况呢，不太适合新手出去登船。于是呢，我们就取消了。但是因为有很多粉丝跟我说，他们特地从南部来，我想说哎，取消这样太遗憾了吧，就极力争取说要重新办那个活动，不钓小卷出去观光一下总可以了吧，就好不容易办成，但是因为没有钓小卷，这报名人数直接腰斩一半，这活动一波三折。还好最后呢，刚刚收到的消息，最后有43位的粉丝排除万难前来参加这个活动，于是呢我们就顺利的举办了。当天要取消的时候，我其实大受打击的原因呢，是因为我在 Sharkbag 上面为了要争取一些回馈金，所以在上面订了很多来钓小卷的装备，包括要送给那个船长的伴手礼。原本还准备了一个伴手礼要送给船长啦，因为就是被取消了，实在太失意了，差点一怒之下把它吃了，还好没有。然后还有觉得来夜钓呢就是要穿凉鞋啦，于是又买了一双凉鞋。最荒唐最惊悚的就是我旁边这一车，一整车要送给粉丝的花生72罐啊，还好今天可以销出去43罐，放心了，上船吧。本次影片受到 Sharkbag 的邀约， Sharkbag 是一个现金回馈平台，生活中常见的各大网购平台，像是 PC Home、KKday、Agoda、Foodpanda， 只要打开 Sharkbag 导连到这些常用的购物网站，接着进行你熟悉的正常购物，就可以默默累积现金回馈，还可以结合原本的信用卡优惠等，让原本只是很一般的网购，在不知不觉中帮你回馈更多 money。我本人为了这次不钓小卷的海上见面会，用 Sharkbag 连到乐天市场 PC Home 买了一堆装备，斥资6417元。究竟最后回馈了多少钱呢？请务必看到最后哦。那么就开始今晚的不钓小卷的夜钓活动及孙女的第一届海上见面会。感谢邀约啦！不会，等一下我看有没有浪。今天风很大，这真的风很大。然后我们要出去，就沿着岸边看哪里没浪。然后可以在那边停是吗？最好是不要，停下来很晃。哦好。然后看心情啊，看情况。尽量避免的。今天下午还有出去，早上下午都出去，还有点浪。还有点浪。如果说出去钓鱼的话，我怕很多人会晕船。现在要出去，这个是我们公司的，可是他们都是很多都是钓鱼老手，他们不怕晕船。你知道我有听说，他们可以边吐然后边钓这样子。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然后继续钓这样。哎，船长，其实我们要准备一个那个伴手礼，要致赠给你。是哦。对，在他那边。你还记得他？不是，你台湾。哎，我突然忘了到哪里去。等一下，我准备一下。跟你说，原本就是听到钓小卷取消的时候，我本来就一气之下想要把它吃掉。好，还好忍住了。感谢你邀请我们来参加这个活动。不会。等一下就麻烦你了。不会，谢谢谢谢。那我们可以大家上船的时候顺手拿一罐牛奶花生减轻我们重量吗？然后上去直接穿救生衣吼，好，谢谢大家，领完就没了。哇，好方便啊！干脆就把，领完就上船。对对，领完上船，领完上船。感谢你，怎么这么好？真假？谢谢。哇，这么好，谢谢。收到了台中热情粉丝的凤梨酥。一上船，船长就率先带我们去参观他的豪华驾驶舱。等一下，你要坐在这边开吗？对啊，好帅哦！要好，这一艘属于娱乐渔船，算蛮大的。就它原本可以容纳多少人？这一艘可以说80人。80人。哎呀，那我们只来了40个人呐、啊。我跟你简单的介绍。好啊。这个远格是方向盘，手动就是这个，然后远格就是这个，
你可以转转看。我可以转，现在可以转吗？可以转，因为手还没发动。哦，就这样转左边转右边这样子。对，左满舵右满舵，然后还有一个自动导航，照着经纬度走。哦，那不是雷达，人家出去就看到一点一点就代表一艘船，这是岸跟帆波林，所以说会看到它。哦，卫星导航加船舶定位。好帅哦！你看我们港内。顺龙就是我们公司的船，在那边报安全所报关那一艘，这个有点干扰，那出去就会看到水深。啊，如果要知道底下有没有鱼，就都看这个。船长，你到底开几年了？开二十几年，这一艘船我大概开了大概八年。八年，对 ，OK。那之前还有渔船啊，还有什么船都有。那船长，等下给你借个麦克风啊。好。各位粉丝朋友，有听到我在讲话吗？有。有哈。哎，这个我们这台叫什么号，船长？龙之星号。我们待会这个龙之星号预计，全员到齐后出发哈。各位乡亲朋友，欢迎莅临今晚这个不知道我干嘛的海上观光活动。要是不是应该走去楼下，都没有人看到我。待会船长会开船出去啦，哈，带大家观光一下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回来享用美味的料理了。这个活动也是一波三折，原本说要钓小卷，结果小卷取消之后人数整个腰斩。但是各位都是粉丝中的精英，所以才来参加最后这个活动。希望大家今晚玩得快乐，来个红包！好了，谢谢大家，大家休息一下哦。就在海巡大哥要登船检查时，我们的总干事也没闲着。这个船超级新的，靠保养。我没看过台湾的船这么新过。这个整修好到现在已经第八年，而且还没看过台湾的船是没有甲板的。日光甲板可以做日光浴，穿开高叉泳衣，然后站在那日光甲板上。比基尼辣妹是经常在。那睡，对，就那个玩水。比基尼辣妹。好，那我们出发吧。大哥，你要介绍哦。好。哎，各位粉丝朋友，我们现在要准备出航喽。好，待会呢，船长会一边出航一边为我们导览的哈。我姓张，我是今天的船长，大家都叫我国民船长。今天有台风外围在我们台湾各地，可以说适合夜钓。我们沿着海岸一线走，这边风景都很漂亮哦。船头还有一群人在追求更刺激的体验，我举步维艰的想去关心一下他们。哇塞！可以去前面啊？太可怕了吧？可以呀、啊。刚刚有人说这里不好看，大家表情都很惨绿啊！哎呦，我这里快要吐出来了，怎么办？等一下还有心情吃小卷吗？大家？有。真的吗？对啊，再吐回去就好了。后腕可能就说没有。这里。哇！船长不是说慢慢开吗？说稳停下来。真的、哦，他说稳停下来哦。接下来会更慌的。真的、哦、哇！我要回家。离开船头海盗船，再度举步维艰回到船尾，瞬间发觉气氛不太对劲哦。出航出航十分钟了，这是你上次海上停尸间的感觉吗？给大家看一下他上次邀我但我没去的那场海上停尸间活动。我想要突然间偷吃小卷。总干事阵亡。来，我们内心看一下左手边的小朋友。左港边的位置刚好在这白色房子的前面，在旁边的话，那边一间左港的特点啊，特点大概三点钟的方向。哪里？海面上跟太阳看不出来。来，我没关系，这一只大象一定看得出来，看到一个象鼻子，一个象腿，啊、哦，长长的，有没有看到一只大象？因为这边很浅，不能够带进去哦，这边水域非常浅。哦，我看到一只大象，在两点钟方向。哇哇哇！在海上才看得到、哦，你现在有看到鱼在跳哦，很惨、哦。
但它是飞坐到今天的往上冲。哇，有看到飞哇，飞起来哎！此时船舱里的气氛越来越死寂，基本上似乎只剩我跟船长在对话。众粉丝们的表情如下。但我本人也没好到哪里去啦，我好像也有点不行了。胃酸好像开始在分泌了。我要拍你，不麻烦嘞。这里的重点就在这了。哦，好冷啊！这么说大话。没有，还没有吐着。下面的部分就先省略了，然后。各位观众，我们到港了，大家复活起来了吗？哇！哈哈哈哈哈！一时间走一半，哈哈。没关系，不是只有我们在吐啦，对面那艘船听说也吐得很厉害啊。如果还想吐的人呢，可以到船下走一走哈，待会。就整车的人，整船的人都下去。怎么好吃啊？太好吃了！小卷，那什么小卷面吗？小卷面，小卷好吃吗？新鲜小卷，新鲜啊！骨头要煮啊！呵，我要来吃了。原本也有录下我的劫后余生第一口，但可惜档案坏掉了。不过没什么好说的，就是人间美味。各位父母，如果小孩挑食或不爱吃饭，记住带他出海就对了。吃饱喝足，差不多要开始今晚的余兴节目——孙女的冷笑话猜谜时间啦！开玩笑的，我们第一届海上造势活动真的有请歌手来献唱啦！分钟的观光活动呢，是因为他临时被他的老板召回去工作。我现在调试一下我的心情，因为真的是上班好累好累又好累。大家九月大家可以点歌，你们想要听台语、英语跟中文，我都可以，就是一个高配合度，就像我上班一样。你们有想听什么歌吗？分手快乐啊，或者什么这些都可以、啊。有没有点歌呀？好的，好，先说先赢哈。母系社会。我觉得很难听啦，因为毕竟你要了解，我会答应你母系社会，但唱出来可能是不好听啦。我先来一首含泪跳恰恰，好不好？含泪跳恰恰，我看一下歌词哦。不说话真的以为是要出来选呢。秋天的那种感觉，你们们身上放大爱你在的永远的春天。门口抽空了，今天变个魔术给大家看好不好？好，一二三叫，不要，好，一二三叫，魔术师啊，我的心花多少一点，让我想多看一眼，我与你心甘情愿爱你。女明星唱了三首歌了啦，想你也唱一曲嘛，因为毕竟她最不喜欢的就是跳舞啦。我逼她跳舞。好啦，唱舞女好不好？舞女是不是？哦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我带来敬告你们的清酒。行了，我来了，哎呀，大舅来了，哎呀，我跟你说啊，
来。这小姐怎么称呼啊？叫 Amber， 叫 Amber。听你说了，大气了，来了。我是。如果是两年前的我，可能不会相信自己有一天会在偏僻的基隆碧沙渔港，一个周五下班死亡塞车的晚上，办了一场没有小卷调的夜钓小卷活动，而且竟然还有40几个人来参加，台北、新竹，最远还从台中来。虽然活动真的是无心插柳柳成枝，一波三折徒有耻，但看到大家最后一起合唱，一起举杯牛奶花生，一起吃，一起笑，一起吐，真是觉得啊，最后坚持把这活动办成了，真好啊。最后，我原本想点劲歌金曲一作为结束，但因为船长找不到，所以不免俗的来了首老派造势大合唱。都算都算，你会当选，你会当选。去了一趟橘肉屋，好像结束一天辛苦的工作。那我怎么没有那个看到你那个业配的那个？叫你要怎么配？它就是一个现金回馈的网站，你只要用那个网站去导联其他它有合作的网购的平台，它上面有很多啊，什么 Agoda 啊、Booking.com 啊，然后 PC Home 啊什么的。一大堆，只要用那个网页，然后连出去你原本要购买那个地方，然后你买东西，它就会有不同趴数的回馈金，有些可能只有1%，然后有些可能看东西啊，有些有高达10几%。我买了很多东西，我起码买了4000-5000块吧。我的金额多少钱？给你猜。算5000的话，也有300吧。201块。可是就是它不会让你花很多时间啦，如果你是就是买然后封累积这样子，你就可以无脑买，因为像它 PC Home 就是全馆均一价是1%，它的多少钱你知道吗？它10000多块，太扯了，买了已经好几年了，如果照这样子算你也要好几十万呢。想一想，你也是花蛮多钱的。最后再次感谢本次的干爹 Shopback， 这次活动总共花费了6417元，回馈了201元，但还要扣掉邀请好友的100元奖励金，所以总共是回馈了101元，总回馈约 1.5%。有些人可能第一反应会觉得很少，但如果像我一样完全懒得计算各种卡片、店家回馈，那就很适合购物前多一个打开 Shopback 的动作，多年后就会像刘女士一样获得一笔意外之财哦。回馈金只要超过200元就可以进行提领啊，还在审核中啦。而且现在只要透过我的连结注册，还可以先赚100元奖励金哦。立刻下载 Shopback， 边买边赚不是梦。回家之后意外得知了一个温暖的故事。有没有人等一下回不去的？真的假的？你回不去？你怎么来？我们三个。
那你们三个本来认识吗？不认识。不认识？那你们都从哪里来？松山。三重。松山跟三重。坐客运来。坐客运来。哦，所以你们等一下要包 Uber 回去这样子。给你们一个参考，他刚坐计程车来花了多少钱？860块。860块，三个人除以二，一个人200多，还好啦哈。还好。回得去了哈。但最后三位刚认识的粉丝传讯息跟我说，还好孙女最后有问谁没有车回去，后来刚好有一个男粉丝来自台中，愿意载我们回去松山跟圆山，而这位来自台中的热情男粉丝就是，我以为你不会出现，真的啊，谢谢，他都哭了，啊怎么称呼？各位先生，叫我大学长，哦大学长，没有，因为我是开大车，大学长，对，我是开大车，是开大车的，你被你他老爸了，没有，不是，是去滨海公路开大车的，没有，我跑中部。原本要寄一手牛奶花生感谢热情大学长，但运费可能比花生贵，所以他婉拒了，只好在这里感谢温暖的大学长啦。船长，我们就是下次这些粉丝朋友再来的话，他们还是可以用上次那个价格来钓小卷吗？好险，随时吗？直接做生意的，有他们的身份证字号都有哦，跟他们小姐联络哦，加六毛，欢迎下次大家一起来钓小卷。